有冷气，不会啊。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，不是行政部，我拢不是啊。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，伊第一项就是将咱台湾人的国籍甲咱改变。咱本来是日本籍，咱是日本人。所以即款媒体都咧学白讲，讲生人讲是日本人甲笑。
迄个讲这个笑，迄个人才是真正有啦。有这物件。用这张公文，将你台湾人的国籍比日本籍，变作中华民国国籍，咱就是安尼叫变的啦。啊，所以咱两边政府达到，咱们两个关系一个是2006年10月24日，搁一个是即摆新的旧年2015年2月28日，咱搁中华民国甲搁美国，你哪会当将我的国籍打台北？哎，中华民国阿伯甲闽南，恁个笑死个！因为我甲你电影拢叫了，啊，你电影遮久啊，表示你拢承认啊。无要讲话吼，嘛代志我无甲你变。啊，我啦，伊用台啊，咱即摆甲迄个美国个法官，我来甲讲啊，啥物电影？你2028台啊，白色拢无来关啊。规家咱个老爸老母拢会甲你讲，政治唔通插，有无？你捌听无？是安尼个。所以，咱即摆过袂去，美国电话伊讲，我个权利我多信，拜托你去过电话你信。因为咱即摆要甲美国讲，你中华民国籍爱甲摕掉，爱还我国籍。所以这边的医生啊，七大工业国的总统会会的那么去，伊答应讲，我咱台湾的国籍国籍啊，共同，你会当家己建，我只嘛已经无国籍尔嘛，你把我判官讲咱无国籍嘛，啊，你要我公道讲，给我家己建啊，我要敢建，我要建美国籍，要建日本籍，还是要建中国籍，歹势无台湾籍，就是没有台湾两个字。你台湾是国家，拢是中国国民党在甲你乌龙洗脱，没有台湾两个字啦。来，你上来我甲你听下，国籍互你建立要建立，要建立多少？爱国你的良心，实在讲袂要紧，无人用你笑，你要建美国安尼嘞？但是我头先讲无台湾。英语个安尼，你搁听无？就甲你讲，以前甲你讲，台湾都毋是国家，你经台湾无啊？经咱遮就无国籍去啊？啊，你日本就对啦。搁台湾，你要讲日本哪吼？哪我是想要去经美国，我都无你讲过。啊，去美国吼，你即摆有当然哦。啊，即摆美国即摆有一个判例伫。后个月的7月14日要选举，迄三号迄个台，三号吼，那个美国，啊，即个美国做个番呢选举讲，三号的人拢会当摕到美国的国民护照，不是国民啊，国民护照。后壁伊讲菲律宾嘛会使，国会讲，咱民政府的迄个案，伫最高法院会当重审。咱若无代无事，煞得到美国国民护照，免开钱，免交税，安怎赞？啊，所以你拢好运啊！我跟你讲，你们今天会到民政府上课，你好运啊！不是我的情况，我一个人嘛无法度，都爱咱大家人来合作，共同合作，才好办。所以呢，我看这个。美国的美术家讲这个事情，我很高兴。那大家听美国国民的学生，大家一定吼非常欢喜，感谢我才对啦，对吧？但是嘛是有台湾人提供吼，我都不爱提美国的啦，甚至叫你搞提美国的国籍，我无你提的，我要提台湾，台湾都不是国家，啊无你变做无国籍了咩？黑部门嘛要做美国籍，所以讲吼，所以吼，我跟你讲吼，所以。拢免讲其他的话，你有机会摕到美国国籍，有什么不好？啊，搁免开钱呢？但迄个要美国要移民哦，啊，开几啊百万个。啊，你免开钱，干那来上课上上，你就摕到美国籍，安尼无足爽的啊？对不对？
啊，你啊，你人笑，人你甲你笑讲吼，啊，你做美国籍啊嘛？含迄个甲你笑的人，伊就排队三间挂面啦，排队讲伊嘛要摕美国籍。我甲你保证。所以即摆媒体啥物乌白甲咱消遣，即摆出快情节，这个黄素珠哦，哦，伊真足有名啦，全世界吼，全中国的第四名，即摆才第十三名，非常有名。伊是咱台湾民政府的其中申请身份证的一个分子，但伊是记者。咱台湾啊，无你要来参与台湾民政府来做官嘛？伊讲我袂。我喜欢来玩，因为我刚嘛要做公民记者，然后我跟你讲了，哇，有当时嘛跟你收你呢，啊，所以这边个收你，迄农民啊，大家拢上台的，你看伊发生的代志，当时的代志你敢知？今年的二月二八，已经四个月，啊，即马新闻才出来。这是安怎呢？因为新闻想要修理咱台湾民政府啦，伊知影伊是台湾民政府，伊要甲咱修理啦。但是伊无想到一点，今日开始的媒体拢在报啊，伊是外省人第二代。啊，所以媒体怎啊讲呢？迄个乡民怎啊讲呢？外省第二代。去骂外省第一代，啊！你台湾人倒霉，你个兄弟蛋啊！啊！你谁听无？迄个洪小姐是外省人，我叫伊中国人啊。因老爸嘛是中国人，啊！所以上头伊叫是伊台湾人，伊讲伊哩种族歧视。啊！我看最近哦，听这两天哦。你消息就无去啊？安怎讲？因遐电视咧讲，嗨，咱去收你中国人，你听我意思，你怎啊听我？伊上下叫是台湾人嘛，啊，若台湾人吼，对我你骂老农民，讲你中国难民，你哪会得闲啊？哪咪啊吧？咱最近消息甲透露出来，我跟你讲啥？伊是中国人第二代呢，啊，怎啊遐媒体逐拢出来批评啊？哎，变安尼，啊！你讲你爱讲实话啊，啊！所以即摆媒体开始出来，今日开始啊。外省人第二代骂外省人第一代，你要回去。啊！伊当面是咱，伊要利用这个机会来修理咱。为怎开始嘛？开始修理台湾民政府啊？讲咱诈骗集团，其实讲咱诈骗集团的利益啦，讲咧身份证，你用身份证收一千块啦。诈骗集团，其实我曾经投过，去年也是去年吼，地检署捌叫我去，伊讲你有办身份证是，刚收一千块着，我是，我伊是拢欢喜，甘愿再来申请的，申请了我嘛可以，问题是伊这张的身份证，伫台湾袂使用，伫中华民国袂使用，但伊出国拢会使用。啊，你中华民国的身份证，伫台湾会使用，但你出国拢袂使用。我请问检察官，我讲请问，安尼我是诈骗集团，还是中华民国迄张是诈骗集团？你在咧笑？我讲我有影去，咱今天来报，恁上过七门岗，唔知互你看，有嘛吼？咱去今天报，迄张收件会当入去啊？啊，你中华民国敢当入去？袂使。啊，你上是诈骗集团，检察官笑到要死，甩个头问我，安怎申请啊？叫我一张申请表，我无改名。叫我申请票给他，啊，我就送给他，要多几张呀。要看他光没申请。啊，但是遐媒体遐妄吹的，甲别个遐讲唔同。遐媒体遐讲吼，敢若因收到拢吼，台湾民众收一千，其实一千块唔是咱收的。这个一千块收到，咱是你爱申请你的户籍成本，啊，审查通过，啊，规个创好。啊，寄去美国，美国制造的，哎呀，情况你情况看，我甲你讲实在，当迄个晶片，当这个美国去倒来，上少成本来500块，啊，人地方
替你审查、替你服务，敢免一寡钱予人？哎呀，敢毋是？安尼敢有诈骗？你出钱有，你出一支一千块嘛，我身份证互你，就没有诈骗的，欢喜甘愿嘛。啊，所以伊就感觉真奇怪，哦，四万个人，啊，一人一千块，哦，伊收到四千万呢，伊敢食醋啦？我四千万是偌久收的？五年啊，为2011年开始到即摆，2016年五年啊，五年才收到四千万，安怎有可能？办公室爱开销无？咱哪有趁钱？咱根本无趁钱。所以吼，因伫电视伫讲真简单，哦，因就收到四千万，收到五千万，哦，所以呢，足好个，我看着鬼样。你拢做过生意啊？你有做生意无？四年，互你收四千万，你感觉你会好个？你敢开销你都无够，我讲你坐计程车、吃饭、物啊饭，真正无够啦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被诈骗钱嘛？啊，讲车牌，车牌是毋是大人当买？啊，高级版毕业才当买哦。高级版毕业，迄是要创啥？迄个车牌就是酒甲酒往来的时阵吼，我讲你爱挂两块车牌，啊，因为即摆无保养，所以你爱白爱甲挂，中央官员爱甲挂。啊，这安排人一看，我讲你是台湾民众，咱是同心。啊，两千块人台湾欢喜台湾啦！啊，你若买买，你讲我买地会使，会使啊！你白起来，咱嫌你六千块啊！咱讲诈骗。啊，咱中央办公室，你斗三工出一寡钱，大家是欢喜台湾的呢，不是？不是甲你诈骗的。啊，咱有一个规定，咱若出钱的时阵，这个安排可以用十年，免交税。这么公道啦，一笔办较早。哎，讲咱去发护照，就我着听人家计先哩。啊，发护照，咱当时发护照，因为恁足早就发护照。我讲啊，你有护照？你敢摕有护照？阮发的护照样片，互我看卖。伊讲伊无摕着。啊，无你无摕着，你来找我发护照。我听伊讲，迄人是啥物啊？是调查局的人。调查局嘛，派来遮上课呢。啊！人家讲去保安局办，哎，保安局伊较趣味，保安局遐较老，上都上一半。我伫咖啡厅，伫啉咖啡的时阵，走来甲我看，报告秘书长，来我互你看一个物件，第一拍出起来我看，保安局。哦，我讲你保安局去早起上课，啊，你有交钱无？伊讲有啊。我讲你报爱写，伊讲，我问他要写啥？我讲你老实写啊。我们台湾民政府的立场。行啊，不用暴力，不用武力啊！你上头一定爱唱条歌有无？一定爱唱，美国甲咱讲，迄条歌一定爱唱，啊唱了，迄个一定爱宣布的，目的伫遮。如果你若宣布这个吼，中华民国绝对袂当甲你办啦，这无怪啦。这五年来，这中华民国检方、台湾检台湾无哪个人处理，万里伫遮，恁听无？啊，所以你在这台湾民主，你上课，你才知影台湾民主安怎来的。啊，你就知影讲台湾的国际地位。啊，所以咱这个组织，咱无法度宣布要独立，咱未当独立，因为这块土地不是咱的。英国国会嘛讲啊，台湾岛是属台湾的岛民的。这个岛是咧，你若真正讲咱的啦，你免交地价税，你也免交什么地价税。要这间厝我的，我就甲问讲，啊你交地价是无？啊地价是一定爱缴，我想爱缴，啊所有国民拢爱缴，啊你看着贵，啊那你也要交啥？你只交地价税就是啥？这块土地不是你的。在夏威夷，伊是国王的土地，有去交税无？免交税。伊敢若七十年还是五十年交一摆？政府会甲扣税，但是地价税免缴。啊，土地你也是要甲扣什么税啦？伫美国讲缴地价税无咧，缴什么税？房屋税，啊，甲转嫁税。你房屋你要卖吼，
啊，之后你就税金该扣，这土地唔当来扣啊，迄土地是你的啊。但咱伫带你台湾有这个地界税是啥？这个土地都唔是咱的嘛，这个土地是变作伊政府的。啊，其实这个土地是啥？是日本天皇的啊。伊怎啊替日本天皇去收钱，你知唔知？所以有真侪台湾人，尤其遐个遐种啥个乌白讲，伊都听无看无嘛。我国际化的专家，我来听甲你讲，尤其是正经人。所以，地检署啦吼，啊，高检署我拢捌去。我迄阵替阿扁吼，过去国高检政府应该，我有看到迄消息，迄就是我啦。啊，有人去甲检举啊，高学生，你看到没有？啊，高，因为迄是属于判断罪吼，是高检署官员打掉的。要是高检署的检察官到前一日，今天迄六号全部伫咧变，伫咧变，已经是接了，啊伫咧变，我就咧笑啊，我啊，一百讲三条啦，一百讲三条，唔爱看话讲，啊你敢有这个行为？我无咧，啊无刷对不对？两个月无啊嘛，我要出去啊。伊甲我讲，我讲小姐小姐，林姐来，小开讲嘞，小开讲嘞，迄个花镜来，请请请姐要好济，开讲，我想要开讲啦，我就无闲嘞，无啦，你即摆出去外口记者遐济嘛，所以，我甲你问两句话就无去啊，我可能随时，我落尾落车迄个文件，你去看就知影。啊，伊当有来伊甲我讲吼，哎，啊你过去讲吼，啊，迄过去个资料敢有？我刚提一本册来，所有的诉状吼，贵卡到尾第三册台湾地位第三册，拢通英文的，我提互伊。伊讲哇，这拢英文，我是怎啊看？我啊，你看无吼？啊，就安尼，你提互调查局，甲你发。调查局甲即慢慢还袂翻出，几啊年啊？甲好地检署嘛同款，我来提原文哦，伊都无发去啊。你要判什么罪啊？你什么都不懂，国际法什么拢唔捌，你去甲判，就变来甲判了。所以呢，地检署也好，高检署也好，伊怎啊知影讲哦？有一个姓林的，夭寿厉害。你甲定嘛？你定歹罪嘛？哦，我有什么罪？你甲定嘛？啊，我讲起来话。立法院嘛，提咱台湾民主做标题来咨询，你敢不知啊？你有看无？无你看啊？啊？啊，考题有来啦。嗯，你有看啊？你有看，我就免让你看。考题有来，伫立法院的质询内底，讲到足清楚的啊。啊，赖静博第二天12月10号出一张《自由时报》出版面。台湾民主政府所做的一切行为都是合法的，什么合法？这叫做言论自由。我只要不要用武力，不要用暴动，我要跟他上台，免他讲拢无罪。所以那个洪素珠啊，拜伊讲检方要甲伊传啊，那是因为息事宁人啊。我那早有讲过，东森电视台是解放军的系统。解放军系统，伫六月份将二月份的影片甲摕出来。啊，以前遐伊咧讲，伊骂遐个老外，头前迄段拢来加掉。迄段是安怎呢？迄老外吼，看到人头前咧228的纪念大会底下，伊去甲人呛声：“你们这些台湾人全部死掉好了，死光光最好了。”要求我。这个洪素珠是公民记者，伊挡袂住啊！伊就照袂甲翕相，啊，就甲带台去带骂。啊，你是中国人，你回去好了啦，安尼啦，啊骂安尼啦。因老外先甲骂，啊洪素珠才甲骂。所以，迄两个老外即马伫迄个报章啊讲，我们不要提告。恁唔对是要甲提告啥？你听意思无？恁先甲骂，啊人家甲你骂，啊种个用舆论造成洪素珠你就该死啊！我伫台湾这个土地中华民国媒体，一个你都不要相信。
拢总结个啦。啊，所以你的感情吼、哦，爱较沉着嘞，唔通受他们的利用。所以你直接上过嘴啊，你以后你看代志，一定要不一样。人讲过多安啦，变过来做，不是讲真正变过来，你变过来可能你看啥？意思讲吼，过段时间拢变。但你若讲写中华民国，你甲中华民国换掉换做台湾，是讲咩？啊，写台湾的你甲换做中华民国。来写讲台湾又与某某国家断交，台湾当时有甲人建交，有无？没有嘛？建交是啥？中华民国嘛？最歹拢是你台湾，啊好康拢伊个。蔡英文不是台湾总统的，蔡英文是哪？中华民国总统的，啊嘛未当叫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无去啊，叫做中华台北总统的。所以有一个老外，伊去甲迄老外，迄老外讲啊，蔡英文是台湾总统，因为台湾哪里有总统？伊说讲这无问题啊。所以即摆，伊即摆影片上台吼，这个消息出来的时阵吼，有两千七百几万人。去看这个消息，多开始的时候一面倒，我讲洪素珠对不对？但到一半的时候，洪素珠从头前迄个影片给打转，哎，无同款啊，舆论就变过来，一半一半，啊，怎么变成六比四换洪素珠赢？啊，你变个传讯，我看见剑拢家己去拍下来面就好啊。我本来好说说，你老我话你现哪办法？你台湾人死死好，啊就无简单啊！这个洪素珠一定呢，伊家己讲我是台湾人，啊其实是台湾人，就外省人的第二代啦。啊，外省人第一代，你等于好啦，你台湾人，你死你你知唔知？所以这个事件呢，哦，惹到这样多，啊，足妖邪的，昨天哦，啊，东西伊那过来，你看。一条普通的新闻就一条红树珠，一条普通的新闻就红树珠，就变我死不掉啊！啊，到落尾啊，到今日开始吼，无同个啦。你怎知讲啊？伊是咱外省人第二代，媒体大部分拢是外省人，我无甲你讲。变做伊即款是属于外省人第二代，那有趣味无？伊真正吼，其实我老早就知道了。是外国的，哎、欸，外国讲咱国开始讲换受理为台湾民政府啊，讲咱诈骗集团，啊，诈骗集团伊受理的物件，拢是以前伫地检署拢搞问过的话，身份证啊、车牌啦、啊护照啦、啊护照，我一直外讲，我甲上尾一句话在讲，你无看到台湾民众护照，因为台湾民众不会发护照，而是发哪旅行证。不是主权国家不能发护照，啊，所以那个检疫的调查调查团随了开会啊，我会发旅行证，你放心，但是我讲到你永远得不到，我跟你点名做理由，这个旅行证一旦去194个国家，因为咱用那个电子签证哦，那是含133个国家都连线直接。迄、那个晶片本身内底有天线，互相拢会连的，安尼是有处理无？所以即摆吼，台湾人故意来捡这个中国人的这个碰碰的迄个教育吼，甲公平的教育，家己你讲啥，大家都认同。所以咱好少些，你叫我来传啊，你叫你来传啊，你但有哪会调控，甲你调，叫调台湾吼。十个调查员，一人写一张票，甲你检举一摆。同款的代志哦，甲你检举十张票哦，我都要去十摆两下。啊，所以我慢慢甲抗议，因为我去四摆，我安尼大概问的拢同款的问题。你讲吼，啊，那中华民国的制度就是这样，有人检举我就要传你。如果你下次传我，我应该给我车马费，因为被告不能有车马费。够深嘞！啊，变做我每一届去拢去教伊上课，教伊教正经话，伊免钱就对了。
大概上课拢一点钟，你要回上面钱，你来上课都要搁交食饭钱。你上课的钱是交予台湾民政府的，你要搞清楚的。你交钱是交上面钱，你交钱交上面钱，就最远远的头家啦。这个所在叫做水月园花园农场啦，咱提供这个所在租予恁，啊恁食饭、睏，恁用这桌啊椅啊用这物件，甲民宿同款啦。民宿你知？你捌去民宿无？捌无？啊，食唔晓得未？看所在啦，安尼较好个，啊？来去看嘛，无唔着我嘛去，我嘛捌去，啊，去屏东啊，就是腰什么腰腹啊，等等，万八呢食安尼。啊，阮落尾啊，阮三个拢下，啊，阮三个去一间庙，啊，较俗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只等于是三，哎，两暗三更嘛，啊，三暗两暗嘛，两暝三。修到今天到八分，法医就甲我讲，这个很正常啊，这一点都不过分啊。啊，所以媒体讲，哦，这个情况，拢秘书长收去，啊，你看着贵，这毋是我发现，我应该要我收。那恁兜我去甲恁收，你袂无？你袂无？恁兜互我去收收钱，叫人去带，你袂无？绝对毋会嘛。你较有可能同意，啊！你像这个头家，互我来收这个钱，伊卖无，绝对唔卖嘛。所以喏，媒体都三个乌爸母啦。啊，最后是咩啊？要咱台湾民众哦，变起来。其实这边的事件，会真正上届最严重的原因是咩 ？G7 七大工业国家的迄个期刊啊，登着咱的文章啊。七个总统拢看咱的文章，那甲我甲要求讲，啥物国际公投，啊，即卖伊阁答应讲，咱派人去甲拜访，对我们惊着，民进党嘛惊着，国民党嘛惊着，啊，即互你拜访来甲第一只过话，中国嘛足惊啊，所以我感觉伊都会开国安会，啊，咱也去拜访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月内底我们会形成的，咱来听看吼。所以，因即摆咧发动这个事件吼，其实后边目的就是去动叫咱卖去美国啦。你看咱要去无？你看要去无？我一定爱去啊！啊你爱去无？爱去啊，对不对？所以，也对。所以呢，你有真侪代志发生吼。这事件发生，你来去知影原因就。啊，但你即马学的，你去外口，外口是一间广广外台湾人，有甚物听话啦？你甲伊讲话，伊甲伊大声声的。啊，台湾即马就好，你要甲你是哪？要美国啦？啊，你遮大声，要阿讲你也讲袂清啊。干脆哦，啊，你开始上课啦，买落去，啊，我嘛无要紧啊，阮记得你。初级班毕业的时阵吼，会送你一面美国国旗，大面的啦吼。啊，希望恁当伊甲挂下，免啦，不用啦。因为只有三月吼，等下抽烟就好啦。等吼，恁袂当用旗杆，啊嘛袂当结果，爱用旗杆挂，因为美国讲你台湾人讲结果大，菜刀啊菜刀下卡美国国旗，安尼袂使。啊！啊！即个你来遵守啦。啊！即个国旗是真好，袂红、袂臭、袂黄。即个呢，你相信无？相信加信。你无敢行呢吼？你那遐戆啊！迄步侪那袂红、袂臭、袂黄，会红、会臭、会黄。但是呢，你那后啊臭也是烂，就会当提当来换一个新的啦。你换偌久会当换，就继续换就对啦。啊，所以我感觉迄个袂厚、袂差、袂烂啦，安尼吼。啊，所以恁三个人，一人一面，哦，啊，一人一面。这是上过初级班两只有无？
蔡英文去美国干嘛？回美国国。啊？我赶快了，我赶快了。所以初级班哦，上阿姐，啊，等下下晡还佫有合理课嘛？后来阿母即摆休息，谢谢各位。